各位同志，我们现在所讲的，可以说是时间的跨度非常的长啊。先秦至唐代，戏剧与戏曲小戏的渊源及其剧目阐述。时间呢，1000几百年了。如果先秦再拉长一点，那好几千年。那么这个道理，在上个礼拜呢，也和各位说过，一个艺术文化。当他呢还没有到达一个关键点的时候，他是非常的迟缓。我举的那个2002年的那个电影，就是表示说，在人类懂得利用工具开始，有一段非常渺远的洪荒世界。一旦利用懂得利用工具了，啪嚓上来变成太空船，就人类的时间来说，那是几秒钟的事。同样的，我们戏曲呢，我一再说过，它的这个过程的元素发展完成的多不多啊？很多，九个元素你再把它仔细分析的话，那十几个，它每一个元素本身就是一个艺术的类别。这么多的艺术类别要把它统合在一起，融汇在一起，使它成为有机体的一种运作，各位想想看它的艰难度。中国戏曲之所以发展晚出，主要是这个缘故。第二就是什么呀？可以酝酿的温床，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金元年间，这些都是以前人没有说过，以前人没有体会到，我们现在把它解开了。也就是说呢，我们这课会一再告诉各位，知其然更要怎么样，知其所以啊，这才是真正学问的或者学术的一种洞彻通达。好，这么长的时间里边，你等于可以说要来探索戏曲本身的一些迹象。这些迹象你如果没有先给戏曲的这个本身的类型与定位，你找到的迹象对你就毫无感觉。所以我们定位的戏剧是什么？演故事叫戏曲。我们定位人演的这个戏曲里边分作小戏大戏，那么小戏的定位就和歌舞以代言演故事，各位这个都要背下。那么大戏呢，是在扮演怎么样？扮演曲折而引人入胜的故事，以诗歌为本质，密切融合音乐和舞蹈，加上杂技。通过演员
充任角色，办事人物，运用代言体，而在狭隘的剧场上所怎么样所展现出来的综合文学综合艺术，说大戏是综合文学综合艺术。这个句子很长，可是呢我已经把它凝练到这个程度，里边还有九大元素，各位把这个当定位。然后呢就运用考证学的这个学术的态度方法，我们从先秦里边文献资料里边去披沙拣金，看到哎这个是在演故事，对不对？一定要先演在演故事，这演故事他演的故事是什么程度的故事呢？哦，他只在演故事，像方向史是最简单的故事。所以我们说，最早出现的那个方向史，就是我们说戏剧，在那个时候已经怎么样原生了，因为它最早，所以我们才说它3500年。那么小戏呢，我们慢慢找，哦，要找到春秋时代的屈原那个时代的九歌，哦，你才发现它是个小戏群。可在它之前或者之后也有类似的，那么它都属于人演的小戏，小型的戏曲。小型戏曲就是戏曲的雏形，婴儿起，类似这样子，所以就运用我们所谓考证，全家考证学的功夫，从许多杂乱的文章里边的文献资料去寻觅，找到了，给它定位，然后再说中国戏曲。戏剧什么时候原生，小戏什么时候原生，大戏什么时候成立，像这样才是一种科学的自学态度方法啊。像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也是以前学者所没有的。那么学者在这方面的时代囫囵吞枣的说，哦，他是脚底戏，它是百戏，它是杂戏，但是我们说过，那都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民间社活的集合的名字，里边无所不包、无所不什么的，许多的艺术的类型和元素，啊，在这里边我们去找，找我们的可以定位，然后才能够把戏曲史的源头找出来。我们运用的是这样。上个礼拜呢谈到这个挪移小戏啊，挪移小戏有好几个啊。现在我们要谈的呢也是一种可以说宫廷也是祭祀的一种戏剧。但这种戏剧呢它的特色确实故事性很强很强啊，可是找不到它是戏曲小戏里边的重要的元素是什么，代言啊，它还是只在演故事。代言的话就有人怎么样，有人办事人物啦，代替这个人物啦，还没有。比如说在这时候有一种叫做我们的成语
叫做幽梦衣冠，有没有？你们都知道孙叔敖死了，他的儿子呢非常贫穷，一个宫中的幽人，排行老大，叫孟。古人称呼啊，很喜欢称呼排行。孔子是排行，孔子的排行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就说孔子是孔老二呢？因为仲尼他把排行都写在里面。孟子显然是什么？老大，对不对？孙叔敖叔一定是什么？老三，季札一定是什么？老四，这古人命名喜欢这样。好在这个大武之乐这个，我们先把材料念念看，然后我们看看像这样的文献记载，我们怎么样来处理。请各位翻开讲义的第十七页。并且你把那个道这些念起来。然而在先秦典籍中最能证实戏剧的则为大武之乐，在商周之际已有手执制笛而舞的文武和手执干戈而舞的武武，如歌颂舜能继尧之志使天下安和乐利的韶武，便是文武。而《史记·乐书》中所记载的大武之乐，便是鼓舞。《乐书》云：“逼某甲，是作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即乐曰：‘即乐。’即乐曰：‘夫鼓之辈，见之已久，何也？’答曰：‘并不得其众也。咏叹之，吟咽之，何也？’答曰：‘恐不待世也。发扬倒立之以早，何也？答曰：即时事也。舞作至右献左，何也？答曰：非舞作也。声吟即伤，何也？答曰：非舞音也。子曰：若非舞音，则何音也？答曰：有司失其传也。如非有思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子曰：为丘之文诸长虹，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逼某甲起，免席而请曰：夫吾之辈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持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与如夫乐者，相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倒立，太公之志也；武乱基作，周赵之志也；周少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世家，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少公右，六成复坠。以崇天子，夹政之而四伐，圣政威于中国也；分辖而进，四世走迹也；久立于坠，以待诸侯之志也。好，好，各位看看这一段，就是孔子和兵马甲啊，对于宫廷的一个乐舞。这个乐舞叫大武之乐。显然这个故事就是在描述武王呢发作的这个故事啊，里边呢也还包括这个分散而助周公上公，所以可以说是周初一件非常重要的历史掌故
而他是用舞蹈的形式把它演出来。舞蹈是用一种舞蹈的形象来象征故事的内容，故事的推展。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说过，舞蹈呢有两种，这个舞蹈的动作有两种意义。一种啊，它本身的动作不具备什么样的意义，它只是一种自然的韵律怎么样的律动而已，随着音乐的律动而已。有一种是怎么样，开始有肢体的语言。什么叫肢体的语言呢？四肢五体眉目，它的一个动作都有像我们说话那样，它具备意义的。所以某个动作象征着什么意义。可是这时候的舞蹈有没有像后来我们京剧那样的这个身段呢？京剧的身段慢慢一种规范化，由演员呢建立起一种规范式的舞蹈，我们现在叫程式。这种规范以后，演员按照规范演，观众按照规范欣赏，就可以连接，可以沟通。所以呢，来看戏就凭借着这一点来欣赏。请问，在周公的那个周初，这个建议还没有？没有。因此，兵马俑他看到了舞蹈，他自己就说：“啊，这什么意义？这样的动作什么意义？这动作什么意义？”哎，他又不太懂，就问孔子。孔子说：“这是什么意义？这是什么意义？”所以变成一种舞蹈，而每个人体会的就不一样了。这是早期的我们说舞剧，舞剧的这个现象。但是他有没有在演故事啊？有，他利用这些军队拿干戈的这种武术表演，而且你看它分层，一层、二层、三层、甚至四层。什么叫做层啊？各位，古代呢，一个乐章叫一层，普通的一个乐章，单。一个乐章是不能成为一支曲子的。各位读《诗经》，回想看看，《诗经》多几个乐章构成一首诗啊？基本上是三个乐章，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就叫做“曲”。奏三钟，有没有？曲呢要演奏三钟，三遍。现在我们唱曲子，也有唱完一个就完了，有没有重复的？有些要唱两遍，那就是两个乐章。现代，但是古人起码要三个乐章。你看，蒹葭苍苍。过路为霜，这是第一个乐章。蒹葭萋萋，过路未晞，这是第二乐章。蒹葭采采，过路未雨，这是第三乐章。而这三个乐章，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它的意义情境，是不是都一样啊？意义情境都一样。只是声音有没有变化？音乐声音变化，所以这样就一弹三叹，用一个音乐来就来回旋的作用。
慢慢的这种现象啊，这种重叠畅谈而不使这个意义情境开展的现象，它有变化。说各位，我们在背另外一首，你们都会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路苦多。第一个乐章，慨当以慷，忧事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第二个乐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第三个乐章，第四个乐章，悠悠鹿鸣，然后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然后这个什么气候谈宴，夜幕杜迁，气候谈宴，心令旧恩，又一个乐章。夜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又一个乐章。然后是这个最后一个乐章是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你看这首诗就有好几个乐章，那么最长的大型的音乐，我们又有一个成语叫萧韶九成，有没有记住这个成语啊？萧韶九成，韶是什么意思啊？韶是一种顺，尧舜的那个舜时候的一个乐曲。那箫是什么意思啊？用箫来伴奏。所以箫，动箫来伴奏是比较古雅的。九成，可见它有几个乐章啊？不止九个，很多乐章的意思。九就数目就多了。那你看，刚才我们看到了兵马俑和孔子的这个，他收到了几成啊？六成，对不对？他收到六成，就可见大吴之乐地位啊，还没有什么高啊，还没有韶乐高。因此孔子闻韶，三月之若为啊，就表示他这个音乐的高妙。好，那下边我的分析再进一步看，各位看第十八页，也就是说我们对一段材料引用以后，一定要把自己的见解分析出来，这个资料才有用，读者才能看到你对这个资料赋予它的意义和价值，这个是自学能力里边很重要的一环。好，编辑继续。在宫庙演奏一项武王伐纣之事，从记载里可见，他不再是出名祭祀时所操的自然韵律之舞。兵马俑和孔子对于这支大吴之乐所做的解释，都极富象征的意义。譬如乐舞中何以有咏叹吟咽的歌声？兵马俑的解释是，武王的军士们希望赶紧起兵伐纣，恐怕稍迟就失去良机，所以发出这样的声音。对于舞者耸竿而立、发扬倒立的动作，
孔子的解释是：武者持着干盾，如山而立，稳然不动，那是象征武王伐纣，军容威严，以待诸侯之志。武者举起衣袂，盾足倒地，面有怒容，那是象征姜太公助武王伐纣，奋发威勇，希望速成减伤之志。其中成是乐章的意思，六成则有六个乐章。夹阵是两人拿着绫罗为乐鼓，为舞队按节奏的意思。表演大舞的队舞显然是和歌舞乐一起表演的，也就是三者之间是密切结合而相应的。舞蹈的内容虽然尚不能明白的来叙述故事，以致孔子和毕摩甲所感受的意见颇为相左，但其以动作象征故事则是 很显然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周初中国的歌舞乐已经合而为一，且具有象征的意义，而这象征的意义实为表达武王伐纣的故事，所以以具戏剧的意义。好，可见这个戏剧，这样的戏是不是趋向一种大型的戏剧啊？啊，和那个挪威驱以一种这个正神在驱除、消灭邪门邪神的那样简单的挪移，就成长的相当大啊！如果没有这样大型的舞蹈，我们戏曲呢，要表演复杂的故事，当然还会有距离。而且他已经什么歌舞乐三者融而为一了，只是差了哪一点，大眼看不出来。如果是大眼的话，那就清楚，他可能就是一出相当有分量的大戏都不一定。所以代言呢，也要发展在相当的一个时间里边，说唱文学叙述，那么后来把演员融入真正的演员，才能够完成啊。好，那如果下边呢啊，好，下边再念一下。因为有《史记·乐书》的记载，而可以断为已属戏剧。那么，《周礼·六乐》中的其他五乐，云门、大卷、大弦、大磬、大夏、大破，也可能连类相及，同属一系列的戏剧也说不定。而大舞的年代在周初，较诸希腊戏剧还早500年，只是其成熟度或尚未能与希腊戏剧相提并论而已。其次，《史记·古籍列传》所记载的幽梦衣冠，说楚越人幽梦扮成故楚令尹孙叔敖的样子，借歌舞来奉见楚庄王。庄王乃召孙叔敖子，封之请丘400户。武幽的职务是以歌舞与娱乐人主，而往往于古籍诙谐中与奉献之意。幽梦衣冠可以说是起排忧装扮之端，只是他载歌载舞之际，还是就本人口吻来述说的，并非代作孙叔敖之言，也就是叙述的方法尚非是代言体。而且幽梦只在模拟孙叔敖的言谈举止，并非演故事。他与楚庄王的对答也没有演故事的情味，所以幽梦衣冠最多只能说是化妆歌舞，不能说是戏剧。好，各位的分野是不是清楚了？啊，在古人以及现代学者常常把幽梦衣冠当作戏曲的起源，这其实是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那么第三呢，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文献，那就是各位啊，在中文系都要读的《楚辞》里边的什么《九歌》啊，各位，中国的这个语言里边呢，三六九都是一个虚位的数字，不一定是三，也不一定六，也不一定九，三不五十，不三不四，这一些啊都不是真正的数字啊。这个做中国人要弄清楚这一点。所以九个啊，有些人说怎么多出两个了？要哪两个合并？哪两个合并才算九个？这个都是书面读通的，书面读通的。九歌表示说，它有好几首、很多首乐歌集合在一起的，在一起。这个九歌啊，它当时的演出就在荆楚之野，荆楚之野就是等于现在哪里啊？洞庭湖边的那一些这个原野里边，在那边祭祀啊楚国啊的各种神祇啊祭祀，然后呢，这种各位想想，这种祭祀楚国的神祇，到我们看到的时候，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经历的时间长不长啊？一定相当的长。它不是原始性的，何况它的文学性相当高，语言性也相当强，绝不是一种原始的歌谣的状态。这个各位呢，从文学的发展，这是要认知的。我怀疑啊，这九歌类似这些啊，拿后代的文人啊，的现象来说啊，可能屈原是做过手脚都不一定，因为啊，像刘禹锡啊、白居易或者以前一些文人被贬到边荒的时候，就会和怎么样老百姓生活在一起，自然就会打成一片。那么在民间一定有当地的歌谣、祭歌、种种这些，文人呢就会说呀：“哎呀，这个太离俗了啊！”就拿来改一改，使它文采呢，好看一点，好听一点，啊，就拿我到那个什么，那个，我总把那个名字都忘了，在圆山啊，圆山大饭店，有一年啊，一二十年前。圆山大饭店那一天呢，观光局长请我们吃饭，因为我替他办那个乡大活动很成功，所以用国宴的菜，然后就摆在我的面前，我看他这一吃的这一道怎么和那个名字怎么搭得上。我就把那总经理找来说，你们是国家的体面，怎么这个菜的名字和菜的都搭不上啊？来来，拿笔来，我给你们改改。所以我把里面十二道菜的名字重新改一遍，啊，免费送给你们。那观光局长说，哎呦，你们今天碰到曾教授可是什么什么啊？我就一下被聘为顾问。顾问什么好处？朋友啊，什么去吃饭，打对折，啊，打对折。我有一天就下定决心，一个美国的朋友来，找了七八个人，
要去出个打对折的，的这个国宴传，结果啊，做出来的名字是好听，菜实在是鸭鸭屋，打了对折以后还是贵得不得了，啊，我就只吃了那一次而已。你看我的毛病是不是对这个都会如此？何况民间在祭祀的歌谣啊，啊，文人就常会在那个场重新，所以这个叫模拟的民歌歌谣就会出现，啊，就像画本，啊，文人的话泥画本都有这种现象。所以九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不应该是原来的祭歌，啊，应该有类似这个屈原那样的文人呢去经过认识的，啊，那大概因为屈原下的功夫多，所以九歌都和屈原怎么样挂钩，啊，有些啊就说是他创作，但不是，绝不是他创作，这一点认识要有。所以九歌里边所呈现出来的现象也是非常古老的一种民俗艺术的表演的记录，说我们利用这个记录来探索他那时候的戏曲现象是可以的，但是他已经不是最原始。好，有这个认识以后，请各位呢再来看第十九页，佩欣你再念一下啊。而若未先其文献，可以和戏曲出新小戏之命意，演员和歌舞以代言体演故事者，则为九歌。著者考察九歌，则东皇太一、云中君、少司命、何国等四篇，皆以乌代言歌舞。湘君、湘夫人、大司命、东君、山鬼、国殇等六篇，皆以乌席代言对口歌舞。九歌所记之神鬼，如所记者为男性，则由席半师而以乌记之；如为女性，则由乌半师而以席记之。九歌诸神鬼，只有湘夫人和山鬼属女性。兹以山鬼为例，并就其口吻分析如下。好，那么这些神啊，比如说东皇太一，那就等于我们后来所说的上帝，啊，东方的上帝。云中君当然云神，啊，少司命就是专门管人的生死的，河伯就黄河之神，湘君就是湘水，的男神，湘夫人湘水的女神，啊，大司命，啊，就是管人的这个一生的后福的，东君是太阳，山鬼是山里边的这个的这个山里边的那个水鬼啊的鬼了。国殇是为国家牺牲的这些英魂。那么它里边有这个什么呢？以乌来代言，乌来代言的话，那么这个神一定是女神，因为女乌为乌，男乌为什么呀？为戏，所以以戏来代言的这个神一定怎么样？男神啊。那国这个九歌里边的这些神呢，只有湘夫人和山鬼是女神女性。我在哈佛大学啊看过呢古人所画的这些九歌图，九歌图
也就是说把这些鬼这些神奇啊都画成图像。其中很有趣的那个山鬼当然装扮也成为披着这个豹的这个衣服，有一半是画成男神男鬼，有一半是画成女鬼，可见这个山鬼啊在以前呢还没定位，但是我们仔细分析很清楚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女鬼女山鬼是没有问题。那我现在挑出了其中一篇我们做例证来讲述，就可以看出像九哥这种小戏他的模样他演出他故事的情况是复杂的呢还是比较单薄的呢？那小戏各位顾名思义小戏的故事情节一定要怎么样简单简陋单薄才能叫小戏。所以像大武之乐只要带演者那他就不是小戏，因为他里边有什么样有军队啊，有这个有什么武王商纣的对打啊，有这个军队两军的抗衡啊，有战败的胜利，有战败的惆怅，有战胜的胜利，种种这些是绝不是小戏能承担的啊。可是九个里边它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好，我们拿这一篇来做例证啊，其他各位啊自己看，因为我们这个课不是主持啊，不是主持，如果把九篇都讲了等于在上主持课一样。好，这个我来念啊。那个我就他的口吻来分析，所以公子唱山鬼唱这些是我分析出来，不是原文有的原文没有这公子唱山鬼唱。那为什么我要叫他公子唱若有人兮山子披霹雳兮带女罗，既寒涕兮又一笑，子木已兮善窈窕。各位，子是什么呀？你木已，你羡慕我，所以子木已是不是代言呢？你当然是代言，我当然也是代言，善窈窕。那这个还看不出是谁唱的，但是有子木与兮善窈窕，你对我那么样向往，所以你做出了那么妩媚这个妖娇多姿的样子。好，对方就唱了，乘赤豹兮纵纹履，心已居兮结桂起，披石南兮带杜衡，这芳心兮未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渡何来。这个有没有在回答对方啊？刚才的意味啊，回答了。所以像这个就有对口山歌的味道你唱一段我呼应你，我乘坐着这个赤色的这个山豹，我跟随着这个斑斓的这个狸猫，表示他是驾着赤豹，旁边有狸猫做随从，
心已寄兮皆贵起。我的车子是用辛夷草来装扮的，我车上的旗子是用桂枝来做，来做的。各位，这个古代的，旗子，车子的旗子，都在货车厢的那个边缘插起来，所以它桂旗是插在那边。辛夷是一种香草啊，拿这个香草来装点。披施兰兮带杜甫，我呢，我身上是披挂着施兰那种香草，我的这个什么呢？以杜甫这样的一种香草来做我的袋子，身上衣服的袋子。可见他住的都是山里边的怎么样？山里边的草木丛中。来装点自己的也都是这些草木里边的香草，所以为什么楚辞说香草美人，就是都是南方山中的各种这个各种花花草草啊，来作为他写作装点的对象。这方信息为首诗，我折下来一个芬芳的花朵，要送给我所想念的人啊。那这个想念的人当然就是你啊。与楚一王兮终不见天，我是在那个幽深的竹林里边，根本看不到天呐、路险难兮多祸来，我路途非常的危险啊，非常坎坷，所以我和你约会的时间我迟到了。这显然是对应那个山谷，对应前边那个。那前面的唱的说，若有人兮，好像有个人呢，在那个山的那个山坡那边呢、披披的兮带履罗，是不是呼应着说辛夷居兮皆贵己，安披施兰带杜衡啊，这互相呼应的。既寒的兮又一下，寒的这个什么呢？含情脉脉的。又笑起来特别的美丽，哇！你对我呢是那么样的向往，做出了那么样美丽的动作，所以对象就山鬼，当然是个女山鬼，因此，那么这个公子又怎么样出现的呢？从下边可以看出来。表独立兮山遮，表就突出的高高的在山的上边呢，云融融兮而在下，那云呢那么样翻滚着在我所立的山之下，杳冥冥兮羌作尾，那种境界呢越来越一万了，怎么白天也都会昏暗起来了。东风飘兮神灵雨，原来东风吹来了，神灵呢要下起雨来了。流灵兮幽兮淡忘归，睡鸡雁兮俗华语，灵修就是指对方，这神当然就指三个。我要留住你呀，我怕这时候就和你分手回去呀。因为呢，这个岁月已经晚了啊，我们呢不要再蹉跎下去了，只有你可以使我感受到生命的光彩。山鬼唱，
采三寿兮于三间，十年累兮各满满。愿公子兮怅望归，君思我兮不得闲。你看，这里跑出来一个什么公子？所以这公子就从第一个开始唱的就是他三回的对象公子。说我啊，采这个什么呢？三秀，山中里边三种开花的这个草，香草在山间里边。石头是那么样累累然，一块一块的坎坷累累的，啊，葛那个藤葛是那么样纠缠。愿公子兮怅望归，我呢盼望你，但是也对你感到一种幽怨啊，我都唱的。觉得应当回去啊，我都忘了该回去，表示他们的浅见，舍不得分离的样子。君说我是不得闲，因为我了解你也那么样的想念啊，想念之深啊，是想念的非常深的。公子唱：山中人兮方住若，应石泉兮应渡我，君说我兮然已走。山中人就指山鬼啊，你现在呢，那些渡若草都使你全身都那么样芬芳美丽的，你呢饮着石泉的清凉的水，以松柏的树荫来遮蔽你。你想念我啊，你既然想念我，你还这个犹豫什么呢？为什么还不向前来和我相会呢？山鬼唱：月天天兮雨明明啊，也圆秋秋兮又夜明，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就写了不得不离开的那个情景。雷天天的响，雨绵绵的下着，猿猴的声音在啼叫着，又也是一种猿猴，它夜晚的啼哭着，风声飒飒，木落萧萧。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我既然非和你离开不可，我只好蒙受了无限的忧愁，我想念着你。所以这个里边写的就是人公子，人间的公子和山中的山谷互相祈梦，互相向往，但人鬼之间毕竟有距离，而相见不能相会的那种，无限的惆怅啊！所以这个有没有故事啊？有啊，两个人都想要来约会，也都彼此看到对方的样子，但是就是隔着一层人鬼之间不可以汇合的那个障碍，难以突破，所以就无限的缠绵，但是无限的怅惘，终于怎么样，各自无奈的离开。所以这个小戏就是这么样，但是他已经怎么样写到那个情感的深入缠绵，不是一般的那个小戏，一般小戏是古迹灰写，是让人感到这个好玩古迹灰写啊。所以我说啊，像这个《龙鱼小戏》，它一定传之久远了，达到另外的
一个境界，而他们一首一首的，一共是前后11首，一篇一篇的演出来，所以我叫小戏群。你看这种小戏群，到后来，我们台湾的车谷戏也是小戏曲。车谷戏先演《翻婆罗》，啊，再演《牛尼哥》，再演《公伯婆》，再演这个什么，再演这个，你说《桃花暴动》，啊，也是一个一个这样连着，各自可以独立。但串合起来，客家三角采茶戏，由这个茶郎上山采茶，碰了茶了，太太妹妹送他出去卖茶，好卖茶里边又碰到酒家里，就被迷住了，钱都花光了啊，落拓天涯。然后家人又把他迎回来，也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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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合阿成，所以他的古今都已经如此，类似这样的小戏曲，他不是在九个时代有，以后没有，还是传绵到现在的秧歌戏里边、花鼓戏里边。采茶戏里边、车谷戏里边都有啊，所以我把说这个叫小戏曲，也可以绝对宣布，中国的第小戏已经在这个时候成立了2500年。所以以前呢、没有把戏曲史弄清楚，动不动就是中国戏曲。成立的非常晚，不能按西方比。问题是什么叫戏曲，什么叫戏剧，先弄清楚再说。我的意思是这样。把九歌当作戏剧，早有人说过，王国维宋元戏剧考上古至五代之剧，认为与九歌相关的巫习，或言简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闻一多神话诗、九歌、五歌、越剧玄解，分析诠释九歌的结构，把它当作和今日歌舞剧相类似的作品。郭沫若《屈原赋记忆》九歌题解，虽然不太同意文氏之说，但也承认其中的湘君、湘夫人是戏剧式的写法。陈多、谢明合著的《先秦古剧考略》并说，我们觉得如果把九歌当成诗而不是当成剧本来读，恐怕是困难的。九歌作为剧本，文书以作今后形象的举例，大家可以参考林和《九歌与原乡的挪》一文，认为九歌是古挪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而九歌则是挪戏见于史籍的最早记载，其说可取。著者虽然未及将九歌做全面分析，即单就山鬼的解读也与文氏颇不相同，但认为起码就山鬼而言，应当可以看出已属小戏的模式。由山鬼九歌既已知其歌舞乐的结合，又由子木与与楚幽皇、淑华语、君思我等语，可见此篇为极明显之代言体，则乌必扮山鬼，席必扮公子，对歌对舞。如果现代的王小赶脚、王二姐思夫、小放牛、台湾桃花过渡等是被学者公认的小戏，那么山鬼应当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的故事性尽管薄弱，但毕竟在演故事，而这也是小戏的特质之一。
就山鬼而言，人间的公子和深山中的女鬼彼此相亲相慕，可望而不可及，私情缱绻，相约会而不能会合，终于怀忧而别的情景，岂不也具有情人相慕欲约会而不得会合，终于惆怅各自归的情节？而其对歌对舞，岂不也充分显现二小戏的模式？也就是说，山鬼实质上已是具备演员和歌舞乐以代言演故事的戏剧条件。由于其情节简单，歌舞乐的艺术尚属乡土巫术，所以只能称为小戏。而这样的小戏是以巫习装扮歌舞为主要元素，运用代言演故事，在原始宗教的祭祀场合孕育而成而形成，又以其合诸小戏十篇，演于原乡之野，故可称之为小戏群。而若为九歌之歌词文雅，不符歌舞小戏质朴古华的特质，则应是经过如屈原之文人润饰或重新创作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使九歌在文学艺术上大大的提升，只是其故事情节尚属简单，未能臻于大戏耳。各位，为什么我要叫佩欣念给你听？也就是论文啊，讨论啊，运用啊，半天，最后这一段话就是你自己的抒发，你从中引发出来的见解，论文就是要这些东西，你才有骨有肉，才能引人入胜。其实论文啊，就是一种骗术。什么骗术呢？把使别人来相信你，诱导别人相信你，循循善诱，你听我的就没错，因为我非常的理智聪明，逻辑性很强啊，所说出的道理是天下第一的。论文就是要使读者这样层层进入你的过中啊，那也要坚持的材料分析以后抒发自己的看法，这看法会让读者说，哎呦，你怎么想得到，我没想到啊，然后你就可以让他服你。所以像后边这一些啊，把别人的意见来怎么样支持你自己啊，要从中生发出一些这个前面没提到的，来丰富你自己的见解。这个就是各位啊，也要在学习过程中慢慢训练的，慢慢训。下面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论题，那就是像这些材料，有时候是埋没在一个大型的一个资理集合的破碎的资料里面的，你如何呢从中把它挖掘出来，那么以它为论点为核心，再去找相关和它相关的，去落实它，丰富它，开展它，形成一个这个自圆其说而完整的一个论述。好，我们不是每一个这个小戏的名称呢都要一个一个说的，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西汉有一种叫脚底戏。那么西汉的脚底戏
各位看第二十一页，脚底本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个脚底的意义加以探言、论述、解说？这个又要这些你都费点劲再练一下。二十一页，先说脚底细。先说脚底细，《史记·李斯传》云：“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底底排忧之官，李斯不得见。而何以名脚底细？”《史记·集解》云：“应韶曰：‘战国之时，稍增讲武之礼，以为器乐，用香花饰，而琴更名曰脚底。’”脚者，脚材也；底者，相抵处也。文隐曰：“按其名，此乐为脚底，两两相当，脚力、脚技亦射御，故曰脚底也。”因按底及底底及脚底也。谷底。即脚底。南朝梁任访《述异记》卷上云：“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闭不见己，徒有脚与轩辕斗，以脚抵人，人不能下。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名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脚底戏，盖其一致也。可见蚩尤戏是汉脚底戏的先河。汉书刑法志云：“春秋之后。”灭若吞小，并为战国；骚争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香花饰，而琴更名脚底。先王之礼，莫于吟乐之中矣。则蚩尤戏盖源于战国，而更名为脚底，始于琴。笛、底、鼓相通，故脚底亦可作脚底与脚鼓。按《史记·武帝纪》为皇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夜，遂擒杀蚩尤，其地既属冀州。如果蚩尤戏以此为内容，则已由杂技进为戏剧矣。脚底戏在汉武帝时很盛行，《史记·大渊列传》云：“汉使至安齐，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苗软及黎宣善炫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朔玄兽海上，乃悉从外国客。于是大古帝出其戏诸怪物，多去观者，行赏赐，就持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机，见汉之广大。请汉之，即加其炫者之功，则谷底其戏遂增变，甚盛一心。自此始，谷底即脚底。有《汉书·武帝纪》云：“元丰三年春，作脚底戏，三百里内皆来观。”而东汉张衡《戏精赋》更有一段描写汉武帝在长安平乐观。赏看脚底戏，广场奏技，百艺进城的情况。好，以上这一段呢，就是利用文献，让文献互相说话。啊，脚底戏更早叫蚩尤戏，那演出是，就像牛羊用脚相抵触。来斗胜负，各位都知道，我们这个中国的神话，而且早期的神话都会变成历史，所以中国的神话就是历史化的神话，把神话里边的人物慢慢一个一个变成历史人物。因为中国人比
较怎么样，比较落实啊，这个名思妄想，不像西方，说西方的这个神话中的人物啊，都是也会恋爱，也会争风吃醋，也会干什么。那中国的神话中的人物大概都是英雄人物啊，开天辟地的，造福百姓啊，然后这些人呢就把它变成历史里边的英雄人物。像黄帝和蚩尤，黄帝代表北方的中原民族，蚩尤便代表什么呀，南方的另外一个农耕民族，所以蚩尤也叫神农。神农的造型为什么要怎么样，牛头，对不对啊，牛头有角。那皇帝和他打仗，他当然就拿牛头来比衬，他会兴起雾来，所以皇帝又怎么样，又发明指南车定方向。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的始祖啊，啊，以前都说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是谁啊？是皇帝。我在1989年来率领台北汉唐乐到陕西黄陵县去谒祭黄帝陵和宣演庙。啊，黄帝陵不大。大概我们教室这么样的啊，我们绕了一圈，把它绕着。你们如果把黄帝陵挖开了，就知道什么都会没有，那只是怎么样一种象征的意义而已。可是因为这样的象征的意义，你们知道黄陵县县长告诉我，黄陵县历朝历代没有遭受过兵灾，也就是怎么样打仗都不打到那边。为什么？祖先啊，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像日本人信奉儒家思想，打到山东绝不打入孔明孔庙，导致那个混战的阎锡山，阎锡山还炮轰孔庙。你看自己人干，日本人会干的事。那个时候我们去的宣演庙也是很简陋，就是画着我们看的那个一般的、石雕，连个灯都没有，连个灯都没有。我们好不容易找来三个县长，什么叫三个县长？县长一个，两个副县长，大陆把县副县长都叫县长，所以说三个县长来帮我们接线，接到11点钟灯亮了，我们开始祭祀。我穿着这个唐代的那个古里的古服，戴着眼镜，很不伦不类，夜祭皇帝。我们南馆从夜晚11点开始演奏，演奏水裂了，另外琵琶手裂了，另外琵琶手上二弦裂了，二弦上，中间乐声不断，到清晨6点，我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第一台、第二台到北京的时候，我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今天两岸的中国人都已经数典忘祖，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这么做是要唤起大家的民族意识思想。今天我在这里绝不谈政治，我们只谈
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果这个连播两天两台，所以我在大陆那时候走到哪里，飞机场下机，人家都知道这是因为看了很久。我们做过这样的事，而现在呢，在大陆有三处两岸的文化的盛事，叫做这个由他们与大陆文化部举办的，就是情戏。这里比如说情戏齐鲁，我们就是以山东为这文化旅游的核心啊。比如说有一次我带队的，就是到那个宁夏啊，就情戏宁夏，那时候不叫宁夏，叫什么？或者情戏峨眉山，情戏这个比如说这个香格里拉啊，就是西南一带，这样办了很多次，我参加很多次。后来他们觉得我太老了，怕我身体这个撑不住，所以就没有再邀请我。但在这里边有一处祭皇帝陵，那个祭皇帝陵是在我们二十几年之后，整个皇帝陵重建，不，仙人庙重建，先建金碧辉煌，还有在这个什么呢？着陆好像那个地方有神龙，有神龙庙，这两个他们现在的都把它当作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不是一个。还有就是祭孔庙，这三篇的祭文都是我写的，啊，都是我写的。因为现在会写这一些文章的人越来越少，啊，大陆的学者因为文革的关系啊，恐怕反而不会写。那我还能写吗？我觉得，所以我代表朗诵的祭文。有这种事情啊，那各位呢？所以像神农氏的这个牛角的，就在先秦发展出来吃游戏，这个在军中慢慢生发出种军事信念，就彼此斗力，斗看谁力气大，等于什么呀？我们现在的体操训练一样。那这个技术传现在保留最好的是哪里呢？内蒙古。内蒙古每一年都会有那个相扑大赛，有摔跤。那这个就是日本的相扑，日本相扑是我们台湾传过去的。我们那个脚底戏变香菇，在汉画史、画像史，就田野考古的画像里面很多，和现在日本的那个样子是接近的。所以李氏啊、秋竹野啊，日本人就传承了我们这样一个运动。这个戏本来是这样的一种活动。慢慢的到了西汉，他就发展他的内容，凡是互相斗力，接着是互相竞赛比胜负的那种游戏节目，都叫脚底戏。所以脚底戏的这个意义怎么样？扩大范围，扩大范围。
所以西岸女或者脚底戏的内容，表演的那个剧目就产生了许许多多不一样的，但它的共性，注意，它的共性就是脚胜物，笔胜物。这个保留最完整的资料，我们前面所引的是支离的资料，可以从中梳理出蚩尤戏，后来就是脚底戏。那么脚底戏在汉代很发达。刚才我们引了零零碎碎资料，得到这样。可是最具体的呈现在哪里呢？就到东汉的张衡，他的《西京赋》。各位知道，《西京》在汉代就是长安，东京就是哪里啊？洛阳。古代也有首都陪都，啊，古代历朝历代的这个朝代啊，都常常有不止一个都城。一方面呢，这个朝廷啊，可以因为这个都城分布，容易守住这个国境。二方面也准备。哪里失败了，也可以逃亡过去，马上就有怎么样，有个新都城能稳定下，都有这种作用。那张衡的《西京赋》，各位知道《赋》的作用，就是收集资料，就是在那铺写，啊。铺写当时的各种情况，而铺写呢，往往是东南西北每一个层面都要写到。西京赋就写了西京的种种情况，其中核心之一就是写到在汉武帝的一个观，平乐观。各位知道什么观呢？观就是建立的高台，居高临下可以看底下的表演，啊，这个是帝王享乐的一种建筑。从平乐观看下去的脚底戏的内容和情况，好，我们看看它怎么写。这些内容情况就可以呈现。汉代脚底戏有哪一些列表？啊，必须在《西京赋》云：“大驾幸夫平乐，张甲以儿袭翠背，攒珍宝之万宝，分辉利以奢靡，临回望之广场，乘脚底之妙戏。”乌墨扛鼎，都如寻同，冲霞宴罗，中途这个应当宴乐，宴乐跳跃的乐，这个应当是错字。中途花风先锋，先锋跳环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华月峨峨，冈峦参差，神木灵草，朱石离离。总会仙昌，气爆五皮，白虎五色，苍龙吹池，女娲坐而长歌，声清唱而威仪伟，威仪对，红牙立而指挥，披毛羽之仙丽，杜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碎飞飞，复辟重歌，转时成雷。霹雳激而增响，汤和象乎天威，巨兽百旬，视为蔓延，神山摧为，险从飞。这个应该读忽从背现，忽然的忽。忽从背现，雄虎生而拿伯。拿爵。拿爵，原又超而高原，
怪兽陆梁，大雀群春群群群群，白象行运，垂鼻轮君轮君，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晕晕，设立扬牙化为仙车，离马四路枝盖九趴，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咬呼树呼，翼帽分形，吞刀吐火，云雾咬狐，画地成川，原位封禁，东海皇宫，赤刀月柱，祭宴白虎，足不能救，侠邪作骨，于是不受，而乃见戏车，束修毡，正头成才，上下偏翻，徒到头而根瓜，辟与绝而复连，白马同鸾，乘同配，白马同配，白马同配，是乘竹并驰，同墨之际，太不可迷。关公射乎西羌，又不发乎鲜卑，于是众便进，心成醉，弹乐极，唱怀翠。好，这里边的项目你看了多少？写的呢，就是当时候的杂耍特技，和我们现在台湾所看到的当年的李唐华杂技团，像现在的上海、山东的那个特技团，啊，你们戏曲学院里面的那个叫什么戏啊？民俗记忆，民俗记忆系，都是可以从这里找根源。但它多不简单，带各位看看，因为这实在是内涵非常繁复，项目繁多。大驾幸福平乐，大驾就是汉武帝，他的车驾呢到达了平乐观，张甲乙而徐翠被。甲乙就是排列，甲乙丙丁这样排列的。同时呢，这些帐幕都披上翠色的这个外披的。转珍宝之完好，把这个珍宝的完好呢都集中在一起，分归立以生，使得这个排场装潢呢非常瑰丽，非常奢侈。临回望之广场，面对着可以回望的广场，因为它居高临下，城角底之庙戏就展开了角底庙戏，所以角底之庙戏底下冒号，对不对啊？这标点我们把它标的是冒号，冒号就是内容，脚底戏的内容就下边，屋后扛点，大力士扮演屋后扛点，都鲁巡统爬杆的这个老手都鲁往那高杆爬得很快，冲下偃月，那个现在不是也有一种叫冲霞，就是用一个圈圈，里边有什么刀啊，什么什么，越狭隘的，你这样跑跑，咻就飞过去，这叫冲霞，像燕子一样飞过去。凶土先锋，那也许你的胸膛就被那锋利的刀所伤了。凶土先锋。跳挽剑之挥后，挽剑之挥后就是手中拿着剑，拿着挽这样跳，这样这样耍，对不对？现在都还有。挥后就形容动作的敏捷，变化多端。左手上而相逢，那在左钢索啊，在那个钢索上面，然后又有一个景色了，
跨越和华山，高高的华山出现，冈峦撑出，啊，所以它这里边有变景，冈峦撑出，华山的这个山树高高低低，神木灵草啊，里边也有神木灵草，朱蜀离离，啊，在这个神木灵草里边结了几个红色的果实呢，非常的繁多茂盛。哦，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群扮演神仙的都聚在一起，在那边歌唱表演。这些神仙呢，有的细抱骨皮，啊，有的扮演成为这个什么呢？会跳舞的，会吹奏的，会这个豹啊，会跳舞的这个熊，还有白虎，甚至白虎也会鼓瑟，会跳，会弹瑟。黑色的龙还会吹磁，磁就是一种乐器啊，一种。世上词就和笛差不多的，女娲坐而长歌，有扮演女娲的坐在那边歌唱，声清扬而伟，歌唱的声音很清扬，这个禅门低回，红来立而指挥，有一个神仙叫红来站在那边指挥，当指挥歌唱，披毛羽之仙力，他身上是穿着。是有毛羽的神仙，然后会飞翔嘛，毛羽。杜曲未终，曲子还没唱完，云起雪飞，哦，那也有场景呢，云就刮起风来啦，雪就飘下来啦，初落飘飘，后碎飞飞，起先飘飘然的雪下来，后来呢，飞飞然的这个降落。复辟重德，哎，又出现另外一个景象，是重复的这个阶，这个阶壁单壁，啊，要登到进入殿阁的那个壁就台阶了，啊，重阁，啊，转石成岭，啊，那里边呢那个石，墨石转动了，成为那个。像雷一样的声响，霹雳击而铮响，庞赫相扑天威啊！那这时候有一种霹雳神呢，他就击出了，而使这个声音呢更加的这个什么响亮，庞赫相扑天威，那一种气势的强弱，好像上天要降下威严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就倒影出了巨兽本形，有很长很大的那个兽，蜿蜒有100尺，就8尺为尺。百寻就800多尺，这就是我们舞龙舞狮了啊。四维蔓延，像这个就是蔓延就是古代所谓的舞龙，就是蔓延。神仙摧伟，神山摧伟，而又出现了神山呢，高高的神山，扑通被现。忽然从背后出现神山了，雄虎生而拿举，一座山上出现了熊啊、老虎啊，彼此坐下互相抓、互相搏斗的样子。拿举就是用手啊，要抓要什么的。猿又超而高远，又有那些什么猿猴、长臂猴之类的，一出来呢就在那个藤蔓之间甩来甩去，啊，怪兽陆梁，啊，奇奇怪怪的那个野兽啊，啊，在他们跳来跳去呢，这个大雀群，哎，又出了大鸟啄起路来，群群然的，那白象呢已经怀孕的象了，啊，
他的鼻子呢，灵圈就是鼻子这个灵动啊，弯转的样子。海灵变而成龙，忽然从海里边的一种鱼一变，就变成一条龙，状宛圆，宛宛已温温，那个样子就像龙呢，缓慢爬行，弯转腾挪的样子，舍利牙牙化为仙车。那么舍利牙牙，舍利大概是一种佛教的什么东西啊？它化成仙车了，立马四路啊，立马就黑马，两匹马。四路枝盖九帕啊，像灵芝那样，像灵芝像车盖那么大啊，有九朵花啊，这个是蟾蜍与龟啊，蟾蜍和龟呢水人弄蛇啊，有在水里边人在那玩蛇，奇幻树屋。那个蛇被他玩的这个什么呢？非常的奇幻，啊，飘忽，很危险，易冒风险。哎，还有一种这个奇幻之术，把人呢劈成两半，把容颜变化，啊，又可以吞刀吐火，云雾杳冥，使得眼前的云雾杳杳冥冥，画地成川，牛胃通经。忽然地上呢变成有山河了，变成有这个水流动了。你看当时候的这个魔术啊，舞台魔术很厉害的。哎，现在的这个什么多媒体都不一定有这个技术啊。啊，舞台变成这样。好，下边东海皇宫数刀月柱，祭呀。白虎足不能救，侠血作骨于是不受，这几句话就写了其中的一段演出的内容。这段演出在这里边结合在脚底戏边演出了。那这一段内容我们下边下礼拜再来说。好，于是这个尔乃见戏车啊，于是又有戏车出来一辆车，这个车呢是专门表演的一种特技杂耍的车，叫戏车。树又修毡，上面撑着高高的这个长长的旗杆，正统成彩。正统就是含有武术这个邪术的这些小孩呢，在那边表现他们特殊的这个能力，上下偏翻，哇，上上下下呢敏捷的不得了，突到头而根挂，忽然间就头低下来，脚挂在上边，做出很危险的动作。比运气而互联，啊，好像怎么样已经死了或者什么，哎，忽然又就活过来了，白马同配，一百匹马同在一个配之下，你看这个要架空有多难，撑住变局，白马在同一个配的操控之下，一起在变局，同梦之际。那个长杆上面的最高的那个特技表现呢，太不可思议，哇，那种姿态呢是非常的惊人的，弯弓射于西枪啊，也有射箭之术，又固化乎先卑啊，表示他射箭技能的这个左右助，一束重变进
心成醉，盘乐己，畅怀醉。比如说这个什么呢？各种表演呐、啊，奇迹表演，到这时候都变化完成了，心中呢也这个像如痴如醉一样，可以说欢乐已经极了，欢乐极呢，却油然有一股惆怅满怀啊！这个各位看看这一篇东西。啊，中国古代的杂耍特技的文化，还有里边每一样的这个表演，都可以独立的，像乌后扛鼎、都鲁寻铜、冲霞宴月，这个跳碗剑之挥后、走手上，这每一样都是怎么样，都是可以独立表演的。还有像这个。所谓化妆表演总会先唱啊，戏霸舞皮，白虎鼓瑟苍龙吹雏，女娲作娥长歌，每一样都是一个独立的项目。说各位不要小看这一篇东西，这是我们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演艺术，这些艺术后来都滋养了我们后来的戏曲艺术啊，是。那么其中的某个剧目也含藏在里边了，我们下礼拜再来看。各位，这一篇呢，下礼拜我们绝对可以讲完。